别走，他必死。等一下，我没炮弹，稍微等一下。没有炮弹，先把我的炮弹拿出来，多打几炮，这一波可能要出事。先冲着，再跑个二百五，他肯定那想打我。哎，怎么差这么多啊？我不理解，为什么啊？怎么可能会差这么多？难道我的计算出现了问题？他这个地方这么高吗？行，是他逼我的，那我就给他那边来一个。对，我好像打错了，270，轰炸，轰炸三炮再说，万一给他轰死了呢？把炮拿到手上，把这个丢掉，然后再把我们的炮下。哎，我人呢？哎，我炮呢？等一下，我炮呢？我人呢？哦，在这。哎，在哪？我炮呢 ？OK。哎，我炮了，我炮为什么捡不起来？我炮了，我炮为什么不捡？等一下，可能是带毒的原因，别着急，不要怕，我有小单车，千万不要自慌阵脚。哎，我炮呢？哎，我炮呢？什么玩意儿？走，不能要炮了，这个炮好像卡 bug 了。好，开始扶上我们的单车。上我们的单车，然后开始噔噔噔噔噔噔噔，好，下车。哎，我车别走，稳住。有点慌，好吧，有点慌，手有点抖，问题不大。哎，马克杰，谁？一杰，给我这水。就很棒。